声音也蛮契合的吧。那就接下来有两首，也是李丽贵创作的歌。第一首歌叫做《眼》，是表现左眼，左眼在摇动的样子。然后第一把是有翅膀的马在背上的样子。旋律里面还有马的鸣叫声。如果大家听到那个马的鸣叫声，谢谢，拍拍手。OK。刚才喝了吗？谢谢，可以吗？
声音？有。那接下来呢？他们可以圆尊。